一个很刚，对，那接下来这个阶段也是一柔一刚，是不是？没有错。那接下来这首歌曲，我看上，因为你本来其实它的伴奏是二胡嘛，对，那你总不能一边唱一边拉，这个解锁新技能哦，在凤鸣斋解锁新技能。那我看好了，那不然二胡的部分就给舅舅来，这么好啊！舅舅，你可以站到他身边，因为那边比较凉，你不要一直晒太阳，好不好？对啊，好不好？来，西窗有月这首歌曲呢，一样是在我们的这个。我们配乐的这个里程算是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了，是没错。对，那今年度呢，其实我们在这首歌曲，我记得在去年没有安排哦，对，去年没有排到。那今年度呢，我们想说也是要给大家来听听看很多这个不一样的作品，是。那接下来呢，一样这首歌曲，好歌跟大家来做分享，好，欢迎我们的静心儿，还有我们的JoJo一起来安排这首《西窗有月》。